那么这个六劫呢啊，或许这个解说一下哦。我们啊落入凡尘啊，就是从哦那个极灭，最后呢一个灭啊，那个极灭哦变成啊生灭。然后第二个哦，从后面呢啊算过来，第二个空，就是从真空呢变完空。然后呢第三个觉哦，从真觉啊变成妄觉。然后跟我们呢本来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，一落入啊六根以后啊，六根各有作用哦，变成啊追求凡尘生灭哦。然后呢再来就是呢净动，净动呢就是凡尘的所有一切啦。所以我们呢啊了解说，我们从哦一念无明啊生三系啊，那个是属于啊极灭哦变生灭哦，六劫的最后一个灭。可能各位也都没有哦听过这一些名词啦，所以就比较生疏。这个是我们的根源哦，我们极灭啊就是回到佛的本位啦哦，那个极灭啊，现在呢极灭已经变生灭哦，所以极灭哦我们要追求，追求到呢所有生灭都没有了，极灭就现前哦。所以那个呢啊是最后才会现前。所以我们修的时候啊，是从啊那个洞，我们先把那个洞结啊解开，洞结解开以后啊哦进入净觉，然后净觉呢解开哦进入啊这个六根，根结解开以后啊哦进入呢我们那个妄觉，妄觉解开以后呢哦进入啊哦那个空，那空结又解开以后啊才进入灭，到灭呢极灭现前啊就回归本位啦哦。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呢就是打开这六个结，六个结本来呢都是很理想，只是我们都一念无明妄动以后啊才一个一个呢这个打下来，所以我们解六结，把六个结都解开，然后破五阴啦哦。五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哦，色受想行识啊，色是我们的身体，受想行识呢就是我们精神。那我们了解呢在凡尘啊我们呢就是啊这个五蕴哦，因为有五蕴啊我们呢就一直啊六道轮回不息。所以呢我们在讲那个内五无间的时候啊，我们有啊这个呢就是啊破除啊那个五蕴，就是不要再凡尘啊，不要再蕴不要再蕴呢，五蕴不蕴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已经呢解脱了，就可以啊回归到极灭本体。